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尤里。今天呢是我的生日哦，我会全程拍给你们看我的生日到底怎样呢。然后我们现在呢就要出去了，你看，把它弄到哪里都是乱七八糟了。走啦，出来啦，不要拿着那个头。这两年来呢，我都是没有庆祝过什么的。今年的生日就不一样了，有黄爸爸，有他们在，所以应该会比较开心。好了，现在去吃东西哦。回到家了，我跟你一样老的。一样。要坐前面，你还要跟黄爸爸一起坐。去这间吃，很多人呢，外面排着长龙哎。吃着阿伦。好吃吗？这个好吃哦。好啦，已经吃完早餐了，然后现在呢就去买一样东西，就是我很想要买的但是不舍得买的一样东西哦。然后就趁我今天生日就去买吧。啊，什么东西？等下你去到就懂了。等下会等他送来哦。现在他们在帮我们组装。终于组装好了，哇，真的漂亮哦。刚刚已经安置好钢琴哟。我一下呢就想去脚底按摩放松放松这样，但是阿伦的阿妈呢等一下会过来说可以帮我看一下阿伦，所以等一下就可以跟黄爸爸一起去按摩了。好啦，我们已经现在去着了，阿伦就在家里，所以现在真的是很好的享受，毕竟真的是很难得才可以两个人一起出去哦，现在真的是超级开心。我的鞋子很大过来，让黄爸爸继续舒服。很舒服哈、哦。刚才呢，其实我们是按一个小时的脚底按摩，还有一个小时的全身按摩，这很放松的感觉。还买了半只鸡回家吃。现在哦，阿伦是不睡午觉了，躺着都可以画画的。我的生日既然在公公的假期，所以会特别的多人外面。我们会是在家里庆祝哦。在家里吃的好处呢，就是不用跟人家挤，看下戏，吃下东西，真的是一大的享受。过了一段时间呢，我们订了的晚餐呢，现在就可以去拿喽。好，现在。
怕跌下来啊。这样都给黄爸爸想到了。刚刚呢，黄爸爸硬要去买的东西就是这个蛋糕，这就是黄爸爸最喜欢的蛋糕。他牛油蛋糕，不是为我的，还是为他们的。哇，我们的大餐呢、啊？然后黄爸爸现在冲绿茶，说完了。不放红闪闪，红闪闪，太阳刚升起。起来煮，来，起来煮。耶！我们家快乐有送礼物。什么礼物？啊，这个啊，好，切蛋糕咯。好啦，我的生日今天就这样过咯，满满祝福，所以我真的超级开心，谢谢你们。好啦，我的影片就到这里哦，喜欢的话可以订阅我们，还有分享出去哦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妈妈生日快乐，我是你天天看的。耶，你不听。